无论是来花莲玩的游客，还是在地的民众朋友，都一定曾经漫步在花莲市的旧铁道徒步区。这里的夜晚是热闹的商圈，白天则变成清幽的公园。最近更有民宿业者选择在这里开设民宿，并以旧铁道和民宿做连结，每个房间都以可爱的月台来称呼，每一个房间都有它独特的风格，提供舒适便利的住宿环境，让造访的游客不只可以更认识旧铁道徒步区，也更便利的畅游花莲市的近郊景点。